这一颗非常漂亮，高提根舍利干，水线啊非常清晰，满树挂的花全是花苞哈，今年做果非常的漂亮，大红袍。大家好，我是一木小四，早庄的哈六姐哈，有一批老庄石榴出的啊，就是我身后这种老庄石榴哈，一会呢领你们去看看，它有多少盆啊？四五十盆啊。嗯，老庄石榴哈。嗯，带花苞，这个都成石榴了。这个带了花苞哈。对，都带。做果了。哎，做果了。这个挂果挂的少，我看着。挂果挂少，它这个都正上了花苞了。正上了花苞。都正上了花苞了，它妈明年你要是买到家，明年保证满树都是果。明年能结果？哎，绝对的。这个庄子看着怪老气哈。哎，对，这都有3多公分。3多公分啊。对，嗯。高度的花得一米多。这都3多公分、4多公分，你看这棵，你看。哦，这个30多、这棵，哎，对啊，一大杆子，20多、30多都是，一本三杆的这个，哎，对，嗯，你看这一本能好几杆，你看，这个一本4杆的哈，哎，对，都是什么品种啊？都是大红袍，都大红袍，30-40倍，你看，30-40倍，马上都是花苞，你看，对，这都，我都做上了，你看，是是是，男的，你看都做果了，你看，是都做果了哈。这棵还不错啊，庄了很老，看上坟上多少年了？上坟上2年，只是这个长子呢都好几十年了，20-30年，你10年8年养不出这种更大的，对吧？是是，每一个10年8年的养不出这种大庄的。你20年也养不出这种大的，都得20多年，奔30年才长。哦，得30年以上了哈。哎，对。这个挺漂亮的啊，根盘你看，根基都很稳哈。哎，对。怎么卖的？这个如果要是。要的多的话就1000担，大包出的就是要的多，哎对，1300一盆啊，哎，对，如果要的不多的话单得1500，哦，单大也是1500，哎对，嗯，哎，这个不错哈，这个整形整多长时间了？整形只得2-3年了，整2-3年了哈，你看这个曲度，你看看，对，这个弯曲度哈，过度直养的不好，过度直养的很好啊，哎对，它是1-2年了，长不动的，过度直，是是。嗯，今年能结果哈？能结果，你看这果子出来，是，你看弄点果了，你看，是吧？你看，种点都种了，果哈，正宗大红袍。哎，对，做果了，这个都能做果，你看，你看这个是，只要是那个都能做果，你看这个庄子哈，庄子很老哈，很老味。啊，那边还多了，那边还有。哦，这边还有啊。哎，对，咱这都是，你看这都成果了。是是是。粗度28-29哈，看这个桩体啊，都在28-29，这是一本三杆的哈，非常的漂亮。以上哈对张姐这些石榴啊价格质量有什么想要说的，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讨论。今天的视频呢就拍到这了，有喜欢一梦小四拍的视频的，可以给小四多多的点赞加关注。